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一节，耶稣对殿内出来的时阵，有一个门徒对伊讲：“先生，请看，这是偌尼大的石头，偌尼大的厝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你看这个大厝吗？将来伫遮，无一个石头留伫石头顶，无受毁坏的。”三节，耶稣伫加拿山，坐伫圣殿的对面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甲安德烈暗中的问伊讲：“请甲阮讲，什么时阵有这个事呢？这一切的事要出现的时阵，有什么兆头呢？”耶稣讲：“恁都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恁。将来有真济人冒我的名来讲，我是基督，搁要迷惑真济人。恁听到三战甲三战的风声，毋免惊。这个事是的确有的，总是末期也未到。百姓要攻击百姓，国家要攻击国家，各所在要有地震、饥荒，这拢是灾难的起头。九节，但恁要谨慎，因为人要将恁交予公会，搁恁伫会堂内要受鞭拍，搁为着我的缘故，徛伫官府甲君王的面前。来对因做见证，总是福音的确大声传予万百姓。人将恁拖去高官的时阵，唔免大声跨入，要怎样讲？到迄时阵，所赐予恁什么话，恁就讲什么。因为讲话的唔是恁，就是圣灵。十二节，兄弟要将兄弟，老爸要将囝送到死地，囝儿要起来甲父母作对，害死因。个人要为着我的命，受众人怨恨。只有忍耐到落尾，要得到救。十四节，恁看到遐行毁坏、可恶的，徛伫无应该徛的所在，读这个圣经的人。就了解，那时在犹太应当走到山顶，在厝顶的不通下来，也不通入去厝内提什么，在餐园的也不通下来献衫。当下日子有信因的甲好婴儿食奶的妇人人有在的啊，恁应当祈求，好这的事无伫冬天拄着，因为伫遐个日子要有灾难。对神创造万米伫到呾，也毋捌有安尼个灾难，后来也无。若毋是主减少遐个日，今仔有迄去个，总无一个得救个，总是为着主个选民，伊将迄个日减少。日前迄时，那有人对恁讲：“看，基督伫遮，还是基督伫遐？”恁毋通信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特别出现，显神也奇事，世事下就将选民迷惑。恁着谨慎，看凡事我拢大声甲恁讲。第四节，伫遐日子。迄、那个灾难以后，日要变乌暗，月也无出光，正星要对天顶干扰，天色拢要震动。迄时，因要看起人主，用大权能、大荣耀，坐云降临。伊要找天使，将伊的选民对四方、对地的极头到天边。拢召集来。二八节，恁通对无花果树学这个譬如，当树枝嫩、叶发的时阵，恁就知热天近啦。安尼，
恁什么时阵看到这个书生就也该知影银主近啦，到门口啦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世代也未过去，这个事拢要成就，天地要废无，我的话却未会废无。但迄日、迄时，无人知，连天顶的天使也唔知，囝也唔知，只有爸知影。33节，恁着谨慎警醒来祈祷，因为恁唔知迄个日期是伫啥物时到。这个事亲像一个人离开本家，去出外，将官兵交予罗伯。分派达人同做的工，阁吩咐过门的警醒，所以恁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家主啥物时阵来，迄是暗时，迄是半暝，迄是过天，迄是天光早，行了伊忽然来，看到恁在困，我对恁所讲的话，也是对正人讲，着警醒。